今天的前面会有大概六款新款直播，然后后面我会搭配这一周的鱼鳞混搭敲完款的就是混搭给你们看，然后这个是上周一路介绍给你们的这个很可爱的懒人鞋。那这个懒人鞋它可爱的地方在它是有点像流苏款的，然后是米色，然后做焦糖底的，这个是防滑。这个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做一点点流苏感的，你看外面的流苏感的这个布鞋啊有做很多种，但是呢我觉得它这个流苏做得很精致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效果，对它超 Q 的。因为它旁边的这个鞋舌这个地方也是做白色的，因为这外面这个这个流苏感的这个很多这一片是焦糖色，我觉得整体感会看起来就是比较可爱一点。我想要整体感看起来会比较偏白一点点，就是搭配衣服就不会觉得有时候太休闲或什么。像这个我有时候西装裤我搭配这个也是蛮可爱的。那我今天呢前面六款是全新款，然后都是我有准备三组是完全套装式的，就是搭了就可以直接出门，然后属于比较慵懒的样子，然后我就会搭这一双去给你看。然后这个它很舒服的地方，它里面是这种有点像软木塞的感觉，非常凉之外呢，然后这个又还蛮吸汗的，所以你们走路呢夏天你们都不用害怕，就是跟我一样比较容易流汗的朋友，这个是我觉得很舒服。然后另外的是它这个流苏的这个啊，你们照顾的话也不用太担心，这个就喷防水喷雾就好了，超 cute 的，非常喜欢。而且它这个好处是什么，就是踢到那个捷运的那楼梯什么，你也不容易比较不容易脏掉，非常好穿，然后很轻，然后尺寸上面都有了，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问我们。然后这一款是我目前这今天的直播里面最喜欢一件，因为它是我很喜欢的绿色，因为绿色呢我很推荐有点黄黑皮的朋友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鞋子的话懒人鞋我觉得它尺寸蛮正常的，但是如果你是本身脚腕偏宽一点点或是脚头比较长的朋友，这一款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往上拿一号，因为它真的很没差。我本身其实脚真的蛮偏小，那我这双的话我一样拿原子寸啊，但我有穿36号，我觉得也还 OK， 因为懒人鞋其实真的比较没差。那你有点担心在两个尺寸间的朋友，直接拿大一个尺寸是没问题，因为穿起来你在这个地方看起来，因为它有做勾起来的感觉很舒服之外，它也不会就是怪怪的，就是如果你穿就是看起来尺寸不太合的话也不会怪怪的。那我现在这一款呢，这个我觉得它的布料呢，就是要本身拿到后才会知道它的材质很好。它是有点老前坡那种亚麻加棉麻的感觉，因为亚麻的话你摸的话你就会比较有点粗粗的，它是有点天丝亚麻，那它就很舒服之外，它是会有一点点这种光泽，是很内敛的那种光泽。你就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，你这个人感觉很像就是轻轻的打光一下，可是又不会觉得你这个是断光的那种感觉，很舒服。然后它材质是很好的那种天丝亚麻，给你看一下，然后很美，然后它颜色真是无与伦比的美呀、啊！我往后给你看，然后等一下我会扎进去跟穿搭。那它本身是衬衫加上就是一个短裤，然后同色系的，然后这里面是松紧带。所以完全不用担心，那尺寸上的话 XML 内的朋友们都可以穿，非常好用，而且这个可以分开穿搭，很慵懒。我都会就是这个就很适合那种出外出国，就是机场穿搭很舒服的那种感觉。我往后退给你们看一下哦，因为它这一件，不好意思，它那种松松的。超美的，这件真的是会立刻恋爱，小恋爱一下。然后它一样是有做口袋，然后因为全部都同一颜色，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会有点微高级的感觉。所以这个系列我把它并在我们的金蛇系列，它布料呢都会有点点就是暧昧的亮亮的感觉，暧昧的光不会让人觉得啊，就是你今天很高调，可是问题是他就会觉得你今天哪里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呢？这个扎起来的感觉，让我看一下，它这个边上是松紧带，可是我觉得露出来是还蛮漂亮的。然后如果家里有珍珠啊，你想要度假风一点，你也可以配珍珠，感觉也很美。然后度假风的
平常的，就是你们每天上班的穿搭的感觉。往后退给你看哈，拉好，那这边宽度什么都没问题，你不用担心。轻松，这一次直播里面必买的商品，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名。然后你家里有什么条纹的、针织的，或者小外套，这是新款，超可爱的夏天的披肩。我操，它一个同色系，让我感觉一下。这个随便搭，这个你可以，你如果冷气房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凉啊、冷一点的，可以带一个像这样的，或者小外套针织的放在身上就可以了。小配件不是非常好用，然后我就是故意搭一个渐层的，都是绿色。给你们看，你们如果想要亮一点，你可以搭白色，这样 OK。 然后呢，如果今天是有旅游可以出国什么的，你可以用珍珠搭配，层次搭配呢，然后拿出你的海滩包，这个也很适合出国穿的那一整套感觉，然后加上下面的鞋子，蓝蓝鞋，超级无敌，就是感觉比较轻松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穿灰色，灰土色这个漂亮，非常美，这个是完全老天风的代表。然后比起这个颜色当然是暗一点，但是这颜色真的很有点大地色，我觉得很适合。大家如果真的是一年一度，如果可能去庆祝什么，去个日本玩啊，或是红西诺亚这种感觉比较 zen 的感觉，整体感，或是台南啊，就是感觉比较文艺气息的地方，我觉得搭这个颜色也很漂亮。那我先穿这个颜色，它整体感会跟这个就是完全不同。但是这种一加一这种搭配真的超级方便，哎，穿起来就是很高级，完全就是有打扮的感觉。那等我一下。素素的单品，重点就是你一定要带一个比较明显的饰品，然后去整体感，就是它会，我觉得会点缀的感觉。里面又随便搭一个小背心，然后往后面看，很轻松，是不是这颜色就是立刻看，就是有点微贵气的感觉。穿的都会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它的颜色衬上来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种微微小打光。布料颜色挑得好，其实真的会有种好气色的感觉。OK， 松紧带很好穿，很方便。那你下面也要整理一下，我都会这样稍微拉一下，然后呢再慢慢把它拉出来。那你也可以直接用绑的也都可以，但是我想要让它固定住。我这一次就是会直接这样，然后你想要松一点也可以。这颜色很漂亮，就会比较沉稳、比较贵气的感觉。然后搭另外一款包，这是卖场里面比较质感比较好的那种真皮系列的包包。这我已经介绍，介绍过蛮多次的。反正将这样子的单品，这种大方包，你可以东西里面直接丢进去，然后里面也有附那种小包，可以让你收纳。整套的搭配这一组呢，我觉得今天直播一定要就是购入。好，然后最后一组新款。这款呢，它
是比较轻松一点点的。刚刚这两款，我觉得就是它会有一点点贵气，就是它看起来还是会比较时髦一点点。那这一款呢，就我觉得是非常的休闲，然后它一样是做棉麻的，这个棉质的成分比较多，所以非常舒服。然后它是配这种绳子的，然后这样子的搭配，它也可以自己再另外混搭。然后它的条纹是那种直纹的，那你细看的话是白加蓝，像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个我觉得是整体感会比较自然休闲，比较欧米感的感觉。那我穿这一套给你们看。这款比较休闲，然后这个看起来比较轻一点的感觉，不一样的效果。然后看你们喜欢，细看材质。然后里面这个是仿绳的，然后它这个里面有做内里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曝光什么的。变的款式，好，然后呢，再介绍这个，我们的 bra top， 这个呢，方领微方领，这个它有长袖跟短袖的，那它的这个里面的衬垫啊，很舒服，都我已经介绍过蛮多次的，白色我会直接穿给你们看，然后让你们看一下它白色衬出来的痕迹。那基本上，因为我本身我们都还蛮实际的，直接实穿给你们看。那你们白色的话，你们就看看，因为 bra top 它基本上还是会一个有胸垫的一个样子，可是我觉得它非常自然。然后这款系列长袖跟短袖这些，应该是所有 bra top 里面的版型我最喜欢的，因为它上班穿也 OK， 然后它也不会，它会让你就是我觉得很得体的一个设计，它刚刚好，你上班也不会尴尬，可是它又很刚好，又合身不紧身，然后弹性也大，有分尺寸，然后呢。重点是它的侧面胸型呢，因为如果胸部比较丰满的朋友们就会知道 bra top 比较容易胸部会比较胸位会比较下移的感觉，而这一款呢，因为它里面它这个松紧带的部分我觉得做的还不错，然后它侧面就会有自然拉提的效果，我觉得蛮聚拢的，所以整体看起来我觉得蛮漂亮。然后我去穿这个白色给你们看，配我们最经典的白色西装裤给你看。黑色跟白色我都会穿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知道它的整体搭配。那我用最简单的这个全白西装裤，让你们看一下整体的感。全白的西装裤，我觉得它的版型、这个胸线还有弹性都很舒服。
它这个就是长度跟那个这个地方，你直接搭西装外套也超明的，而且它不用，你就不用担心就是会漏啊，上班不得体或什么的，然后直接穿西装。然后呢，第二双新鞋，我这边介绍给大家，我超级喜欢的凉鞋。这个凉鞋呢，因为发现它是不对称的，我发现是不对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就是必备，我已经立刻保色，因为它这个很凉，然后也蛮好走的，然后这个摸下去是软软的，就是软 Q 软 Q 的感觉，然后它这个地方是紧扣，然后这边做不对称的，就超 Q 的，就是看起来好像会有点，你不仔细看会看不出来啊，但是很好看，但白色真的是。拜托，还没有白色拖鞋的朋友，这个一定要必备。然后他现在是做有点鳄鱼皮的感觉，很美。但这种光滑面的又好清理，你知道，比较外面走一走，有时候容易有沙石什么的。那这个的话就是很好清理。对，我往后面给你看。这个含棉量比较高一点点，那你穿起来也凉快，很舒服，然后白扣的很经典，那它这个长度是这样，版型很漂亮，它价格高一点点，但我觉得它质感你们拿到不会绝对不会失望那种，然后它的那种挺度也很够，就是超级无敌欧尼感，帅帅的。黑色的这个 bra top 给你，然后还有短袖跟长袖的都在卖场里面。黑色，这个版型，看一下，它很适合打底，然后，加西装外套也很美。然后本身是有点微微的螺纹的感觉，可是摸起来是滑的，很舒服，弹性很好。直接加背心跟刚刚那样子搭，想让你们现在看一下它的那个扣起来，衬衫扣起来的效果。然后这个还有四个颜色，小背心，我扣起来给你看。搭配短裤、长裤都很不错，还有牛仔裤。这个如果你亮一点，蓝色，因为它这个是有点藏蓝色，你可以搭黄色的。可是如果你有丝巾啊，或者是想要贵气一点，可以。
可以比较白的或者是黄色的围巾，就比较亮一点点，你看你自己喜欢的效果。是有点针织的，然后它前面胸前有一个斜领的效果，有点歪歪的。然后我搭想要搭那个同色系的蓝色的西装外套，让你们感觉一下，就是混搭渐层的蓝色会有什么像效果。单穿给你们看，因为那个单穿的效果它有点微松的，想让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有做一个很特别的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拉侧边一点也可以，你可以依自己的身形，然后这边是有点空间的，超美的，这个很多颜色你们自己看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很蓝色啊，因为我觉得夏天穿这种柔柔的蓝色很漂亮，然后你西装裤跟牛仔裤都可以。西装外套给你看，这是一样的，全部都蓝色，很可爱，很美，很自然的那种垂坠的那种荡领，会有那种荡领的感觉。黑色，好，最后面呢，我介绍的是这一款的牛仔衬衫，然后这款牛仔它是天丝，带领天丝的丹宁布，所以它是柔柔软软的，然后它可爱的地方是它旁边还有做就是可以扣起来，然后你随时都可以调整。那它是这种垂的、垂坠式的，你可以感觉到它布料是比较垂的。然后我先搭这一款的蓝色给你看，然后它就比较美系复古的感觉，因为整体感觉比较慵懒的效果。然后我晚点穿这个绿色给你看。这个丹宁布浅蓝的，你就是会感觉比较美系，就很舒服的感觉。你就算直接这样套上去当小外套、小罩衫也很好看。它就是整个人会看起来比较年轻，然后休闲一点点。全白的裤子真的可以，全白的牛仔裤跟西装裤真的可以拿一件，还有短裤啊，还有牛仔布的。丹宁我觉得非常好用，随便的衬衫啊搭配都可以，然后你如果绑起来效果也很好，这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点。然后绿色的话我就搭配皮短裤给你看，它整体的效果就是会比较酷酷一点点的，然后如果家里有复古的就是百褶的短裙、帆布裙，然后休闲的裙子也都可以，有点运动裙也可以搭配，完全没有
分不同感觉。然后你如果单名配这个皮裤，其实也很漂亮。但我想要这个衬绿色点看，感觉我比较亮一点点。等一下，它的整体感就是会比较复古、休闲，然后微松的感觉，然后还有点防皱感。可是它摸起来超软，很舒服，你夏天完全穿得住。然后我先可以让你看一下它完整的长度，就是它你穿起来真的不会担心，就很有安全感，就是屁股都遮住。好，这个我简单这样直接扎起来。一般我都是当第二格，那这个就是会有点酷酷的休闲感，让你们感觉一下这个效果。不一样的效果，然后很舒服。夏天像这种有点长袖的，我都还蛮常买，因为我就是如果就是平常防晒，我觉得超好用。做捷运啊，就稍微挡一下太阳，挡一下光，而且又可以到办公室又可以挡挡风，可是它本身在外面走又很凉快，这样。好，再接下来相关款，这个有两款很像，就注意。旁边是有抓皱的，一个是没有抓皱的，就是大家都会问我们，常会问我们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有一些款是比较偏像一点点。那你可以从就是如果比较像的话，通常我们还是会告诉你们说为什么要上这件，原因是有时候颜色，像这一组它有这个粉色，还有它的杏色，它的杏色也非常漂亮。那很难抉择，有时候我们就会一起上给大家。那这个是我穿的时候会有点开口，那但是我觉得没开口和开口效果都是差不多，然后弹性针织，然后是比较不会热的那种针织，虽然保透感还 OK。然后里面我就会加小可爱，再来是这个很舒服的凉感西装裤，那后面是做有松紧带的，然后颜色很漂亮，它卖最好颜色竟然是粉红色，所以你们就看你们自己喜欢颜什么颜色，然后我挑杏色跟黑色给你们看，就是让你们看一下效果。然后它整体感我就算也蛮显瘦的，那我搭配这个最经典的大家上班族最爱的款式，就这样搭给你们看，多一下。加黑色的针织，这个弹性很好，就是大家都不用担心。然后穿起来显瘦，然后搭配就是黑色的凉鞋，黑扣
质感很好，这种不对称的感觉真聪明。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可能还蛮喜欢搭西装裤夹这个的，你平常其实我觉得这种简单的搭配都 OK， 这个真的超爱这个鳄鱼纹，太可爱了，就会把比较休闲的东西或者比较甜的东西穿起来就会变酷酷的，然后有一点成熟的感觉。然后我现在搭粉红色嘛，那我下你可以看整体感，针织外套、雪豹外套都可以。好，然后配这个一整个给你看，就是渐层，有点卡布奇诺的感觉。然后配这个超薄款针织，这个非常舒服，有三个颜色还是四个颜色，非常好用的针织，而且一穿就一颗度假感。那我还是以搭上班族为主，所以我今天配这个。我现在同款的杏色，想让你们感觉一下，然后我找到这个，上周买宝的这个，外套，这是进口的，然后我想整体搭给你们看，就让你们通勤也可以使用，然后假日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裤子改成牛仔裤也可以，等我一下。很舒服的这种维度假感卡其配白，然后条纹这种款式就是买不腻啊，还有点微松感的。那我通常会这样遮一下，然后配短裤往后拉开，让你们看一下整体感效果。系列洋装，目前是我们卖场里面，是从三月底开始，我们的洋装系列真的是疯掉，就是大家都在问，那边洋装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？就是痛，但是你不用害怕，你就是卖场里面有我们的冰丝的打底裤，你就来拎一件就好了，然后里面配一个小可爱，真的洋装夏天真的必备，非常舒服有波，然后又凉。重点是，如果出去玩，上镜率高，然后又漂亮，出片率超，就是很快，就是看起来又瘦，然后又凉快，然后你要整体感看起来会很比较松弛感的感觉，就是很舒服，然后很轻松的感觉。那我洋装基本上我都挑有点 A line 的，所以你们完全不用担心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穿搭上的问题，就套上去就可以了。那这款是新的，那棉麻的话，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今年出的棉麻。洋装价格高一点点，可是你们收到的时候，那材质上的话，你们就我觉得不会失望，就是它真的材质真的还蛮不错的。那它的凉快啊，还有它整体的
挺度，我觉得看起来真的，尤其穿起来显瘦效果，我真的觉得有还蛮加分的。那这个是新款，新款，那这款也是偏薄的，那你们要注意哦，因为像前大概上个月月底也是跟这款很像的全白洋装，它已经挺短裤了，所以夏天买这种洋装都要注意，喜欢的要赶快下手。那我先穿这个给你看。不一样的感觉，卖场里面已经有一个类似条纹的感觉，那个完全不同，那个比较甜一点点。然后直播影片都有让我们看一下，然后这款它是比较，我觉得它这一款比较内敛一些些，然后比较文艺气息。然后这个呢，它本身是直，我觉得很显瘦啊，可是我自己喜欢再折一点。如果是扁身的朋友，你们就不用折，我觉得。原生的朋友比较需要一些些角度，那你会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整体感比较好。那我就稍微折一下，然后它就是非常薄，可是它真的材质非常漂亮，嗯。然后它是 A line， 它后面会有一个系带，你可以自己拉，然后穿起来就是有点微松微松、轻轻的感觉。然后往后让你看一下，然后一样可以自己。轻松，轻松的感觉。平常的话，去书店什么的，你可以这样。没有效果，就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很，我觉得蛮阳光的。OK， 然后再来，这个是比较。是很舒服的，一点点的微凉爽，有点冰丝的材质。然后它这边是口子，很凉快的感觉。然后舒服的，然后这样的感觉。然后我可以直接搭给你们看，它是属于就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夏天的款式。OK。凉爽感觉，它连到可以穿亮一点的颜色，一样这种小罩衫啊针织就可以提着，就是整体感差很多，就是比较俏皮一点点可爱。提供直播清单给你们，大部分的款式都目前都已经在架上了，你可以直接点到我们的首页就可以参考。然后部分款式的话，明天十点后会给大家，然后直播明细提供明天大概下午的时候提供给大家。谢谢你们，晚安。